吹风没给搞啊。我交费是209次，对啊，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5月5号。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空隙。时间17分的84，26次哦，树林发车。下一站，双溪。从北回线还有花莲双溪祥 K 的第二两天就把行三辆编组加六辆编组的第二三天行动九辆编组的蔡连之强号，在对方站准备时。26次哦，在瑞邦站行好了，谢谢各位领导。我看一下19:08，准备开启车门。叮叮叮叮，26次开启车门。26次树林发车江北沿岸花莲的地啊。2800行两边都很这样在台北站，台北站行好 GO 那天好感动哦，有一班车叫4007，被你坐到了，我当然一定要坐，我也逼不得已，我不喜欢搭客运。好，谢谢各位，再见，拜拜。